大家好，我是勇哥，我现在是在河北的廊坊市，这里叫香河县的许可镇。香河啊，有一道特色美食啊，是远近闻名的。现在我们就过去尝一下。啊，咱现在和面还是手工和的哈。对，手工，特手工，还是传统。您今年有60啊？我现在虚岁63了。老现在年轻人不来干了呗。大叔，您身上这个肌肉看样就是揉面揉出来的。对。这是芹菜。啊，您这个馅都是现拌的哈。那对，烙一张拌一张。啊，烙一张拌一张。这个不是挺费事的吗？现在呢？费事也得这么做。它这个东西不能怕费事，这就是规律，不能和大盆的馅儿，它时间一长了它就变味了，不好吃，没有现拌的好吃。我算芹菜呢43年了，啊，咱21开始，80年，我们家就是祖辈传，过去我爷我奶奶就是去口就是这干粮，饺子肉饼，过去去口那可相当出名，一京二卫三去口，天津北京都让去口赶集来。到您这是第几代了？到我是第4代了，啊，100多年了。100多年了啊！对，你看这个烙肉饼嘛，就属于这个传统手艺。这个香河肉饼啊，不过20年，以前不叫香河肉饼，啊，就是属于京都肉饼，这个有规矩，啊，没有规矩，你看，没事，我也那人家那叫啊绰号嘛，就是馅饼粥嘛。咱现在这个肉饼啊，有几个品种啊？就这个主要就是这个肉饼馅饼嘛，啊，哎，这个肉就是分这个猪肉、牛肉，啊，这主要就是这个两类。现在是怎么卖的呢？猪肉35一斤，牛肉40一斤。像刚刚那个带素馅的，像韭菜、芹菜那个怎么卖的？我现在那个半肉半馅是25，啊，就是一半素一半肉一半馅的是25，那馅饼的馅饼肉少个肉就20。这一块是韭菜肉，对，韭菜肉。它这个做肉饼主要在和面，为啥顺手留面呢？它吃这个口感好，它也不干也不硬也不发梗。咱这个面是死面的还是发面的？这就是死面的，发面你手艺再高也捞不好了，那没有劲儿了。盘那个大饼啊，那个功夫啊要练多长时间呢？这个东西要咋说的，也不分时间长短。哦，对，你看我要是学那时候啊，没咋推费事，就是也要有点天赋的。对，有点天赋。揉面，你这个手得柔软。我的手怎么样？我的太硬了。哦，是吧？就我们从小就吃这个大叔的这个肉饼，我们已经移居到廊坊了，但是回到老家还是会买上2份肉饼，然后带着我的孩子们一起分享。连这2个菜一共才150。哦，挺实惠的哈。实惠，对，就是在我们廊坊市里面，肯定这个价格很实惠。香河的肉饼我也吃过，但是还是不如大叔烙的这个地道，可以这么说，薄皮大馅。你要人多呢，你就得烙大张，你得为啥得能烙大张？你烙不了大张，那就不叫手艺。解放以前老话叫打到的媳妇揉造的面，现在不行，不行，现在不行了。现在打媳妇不行了，就说这个和面还得揉面，哎，揉面。那我这就是一个就传统做法吧，真正是传下来的，就是少之又少啊。像您这个正常平时的时候，一天大概能做多少这个肉饼？还是那个反正100斤是200斤的，200斤。哎，对，这也是也不正常。那这个销量也挺大的啊。这个就是大名鼎鼎的香河肉饼啊，看一下啊，我们点的这一份呢是猪肉大葱的，它现在这个猪肉大葱呢现在是卖35块钱一斤，论斤卖的，这里面总共是2斤的，来尝一下，这个吃起来的感觉呢就是那种，我感觉就像我们家那边就是自己做的那种面皮啊，然后卷了肉的那种感觉。吃起来特别香，而且它这个面啊做的特别有筋道，
哎，还真不错，好吃好吃，一口咬下去啊，滋滋冒油，这里面全是油脂。我们今天来的这家呢，在香河县做这个肉饼啊，还是非常出名的。当然我们来的时候呢，比较匆忙，也没有打电话联系，所以他家呢是今天中午啊有喜事没有开门，今天晚上就临时开门，所以现在客人呢也不是太多的。但这个肉饼我刚刚吃了一块哈，确实是非常美味。喜欢吃肉的朋友，然后点这个纯肉的，吃的特别过瘾。我觉得他家这个肉饼啊，最大的特色就是这个面做得好，所以面吃起来非常有筋道。这玉米稀饭配肉饼，绝配啊！哎，再来一块。嗯，我现在给你们看看，它这里面肉馅，你看，满满的肉馅，看着想不想吃？